才一定想来讲讲，准备啥？我要煎。韭菜盒、面线糊、姜米啊，买一些杂鱼做的酱油水啊。听到一起三个字，啊，你看袂落去，酱油水还是得清煎哦。水豆油水啊，可酱油水。酱油水是什么？豆油啊，煎煎煎到香槟，啥豆油下落酱下落呀？哇，百姓感觉这豆油水真是真万能，家家户户凊彩什么海鲜，只要用这豆油水的做法，拢嘛真好料。安尼，你知影什么鱼伫咱闽南人的餐桌顶头，大家最爱呢？别人鱼吗？为什么？是不是因为别人好食无分安？因为别人的性命是黄金在包银。晕倒，你这梗真的太老了。古早人讲啊，咱闽南人第一爱是对排行是一五二行山三秋四马甲五红瓜六加啦。完蛋了，我闽南语很差哎。我不会，尽量。OK， 几个能。红红花，啊！这大概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这就鱼咯，这青花鱼、白带鱼咯、红鲑鱼咯、加拉鱼咯。一五二红沙三枪四尾加五，加乐怎么说？你确定你是闽南人吗？他是广东读的大学。哎，我想请问一下哈，如果是这句话了，你用广东话怎么讲？这个我来吧，我闽南人来。一五二红沙三枪四马加五红瓜。六加六。哇，你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比你讲闽南话还溜。这是一个假的闽南人。其他我是唔知呀，不过我阿妈自细汉就甲我讲，食鱼袂用冰冰。以前啊，生活伫个沿海以船为家，以掠鱼为生的这个渔民，第一烦恼就是拄到冰船的情况，所以真奇食这个鱼冰冰。而且趣味的是，为了让家己的囡仔好入戏，这个渔民经常会给家因取名，类似讲这水星啊、海星安尼的名。你身躯边啊，肯定有一两个叫这款名字的。头拄讲的这些鱼啊，拢是我平时爱啃的呢。你是鸟错吗？这鱼可以啃呢，安尼它是唔对的。家界里阁有其他讲究吗？吃的闽南语的念法，你会念哪几种？加菜，加饭。我好像看到那个有些早餐店啊，他不都会写一个口在一个加吗？他好像念加。可以说哪个？歹饭，吃的意思。好歹的歹。歹饭。对，歹饭。加鱼啊，无春鱼呢？哦。对。混了混了，来混了。哦，混了，嘿，阮舅母无讲混了。面叔叔嘞。咱食无相的物件，食的这状态无相，讲法也是完全无相的。比如讲，食饭、食茶、食酒，慢慢啊步，拢是叫做食。如果是食到真痴狂，就叫混。食这鱼甲这钱，咱闽南人是叫蹭。如果食物件食甲伤过紧，迄就叫顺。比如讲啊，一碗面顺落去，我头拄啊食饭就已经混了几啊碗咯，真正是食饭风底大。加切你讲法真是太多咯，唔敢阁乱用词咯。讲长讲短啊，讲食煞尾，咱下一卖继续讲。大家如果有啥物感兴趣话题，欢迎甲阮留言，咱下一期再会。Thank you.